那我要擦防晒，不然我怕我播完直接黑掉。超级霓虹灯，没有，因为我的。哦，是这个卫生纸害的。太亮了吧。第一次看到在家里还要擦防晒乳。台北今天天气超好，就是整个大晴天那种。我大概吃午餐，我要先把我妆化完。就要化完吗？其实我今天化淡一点的茶白，因为我也没有特别要干嘛。忘了关了我的 YouTube 影片 ，Sorry。对啊，这几天天气都好热，算了，总比冷好。欸，那他还会回去之前那个冷冷的天气吗？然后观众表示，我看起来像天气预报吗？看起来像天气预报吗？对啊，请问我们看起来像是天气预报吗？好，借我用黄光照一下，因为我要化妆。中午好。谢谢 Jack 的温手礼，谢谢。我睡着了，我要用直播逼自己早起。因为寒假就是一个让人家很废的一个时候。午安。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其实播起来还蛮舒服。不负责任天气预报的，这周天气高，热带型高气压笼罩，会持续好天气到下礼拜一。赞呢！可是其实没剩几天，但我们就好好珍惜。天气好这几天，然后就都没有出门。没有啦，我寒假几乎每天都出门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宅啦。
上班去 ，Forky 上班加油。谢谢小雨的花仙子，谢谢。中午好，或说定我黑街，那小黑黑就要变小黑黑黑。我真的觉得前阵子冷到我了，前阵子是期末考周，然后那一周真的是每天都冷得很像地狱，就随便给你来六七度这样子，然后你还要早起起来考试。然后寒假现在来了一个超级不寒假的天气，看不懂限动一家跟小晴的意思。你是说我前年 PO 那个宿舍那个影片吗？因为我们前年 po 那个现实状态，其实就是在耍白痴，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平常累死的刘小晴会变怎么样。没有，我没有说好下一家，我只是说大家躺在宿舍很可爱，我想要拍个现实，然后镜头一转到小晴，还是突然那样了。然后完全是个意外，我本来没有要PO的，然后我后来看了好几次，真的觉得太好笑了。那是完全是即兴发挥，然后我就说可以PO嘛，然后他们就说好PO啊，然后就PO了。应该很多人看了就满头问号吧？我当下也超问号啊。而且为什么要遮住小晴的脸？因为他说他刚练完舞不好看，那我就没有拍他的脸，结果他自己弹起来，害我还要开那个熊熊去遮他，
在本频道出现的人要打马赛克，一律都只打熊熊，不会给你什么太阳还是火鸡之类的。哦，早上起来声音好低哦，现在也不早上，现在中午。我喜欢这首歌。突然想咳嗽Hello 志宏 Hello 谢朱莉安的梅花。今天早上跟朋友吃早餐，大家看不知道昨天天晚上超干对吧。我跟你们说，我准备那张照片准备超久了，我一直在调整那个颜色。谢谢小雨的送你带你去流浪 level 5，谢谢。那张照片真的是诚意满满，我就决定一定要再压轴几天再放，让犹豫仔们不犹豫。你们不觉得最近的声写真的越来越赞了吗？就是这阵子开始拍声写，然后都穿到一些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很期待让大家知道下一次的声写是什么。还有点失败，今天鼻音直接像鼻梁断掉。他也不能穿越了，小雨真会讲话。我收个东西啊，我桌子清一下。OK。哇，差不多就这样子吧。Come on.
潮湿自然醒的几率越来越高。我也我没有，差点随便乱回你了。我有认真思考过后回答，我觉得我并没有，我真的寒假就是一个让我睡爆的一个日子。那我要拿下我的，哦，对不起，我穿睡裤，对，穿着我的小兔子睡裤。但寒假不是拿来补眠的日子吗？话说我们成绩出来了，就是学习成绩出来了，现在在各位面前的是一个学习欧趴的女人，耶，心情真好。虽然我听起来心情好像没有很亢奋，可是我现在只是微累而已。其实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我刚起来直播前，我想说我要先看成绩吗？我要先看成绩吗？还是我应该要先播完再看成绩呢？然后我就想想，算了，我先看好了，我受不了了。然后我就看，然后就看到成绩都过，然后就觉得很开心。大家成绩还好吗？如果是上班的，那业绩还好吗？欸，可是我知道我欧趴的时候在床上很激动啊，就是我直接起床，你就知道我多激动，要起床那个 feel 了。非常谢谢老师们的照顾，下礼拜一成绩再出来。苏小黑黑可以欧趴，然后在三天后就是日文检定的成绩要出来了，这也是一个让我很害怕的东西。怎么觉得日检没过比没欧趴还要难过啊？怖いですね。我已经忘记我那天考试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到底是猜了很多题，还是我会写很多题。就跟我期末考一样，出来考场直接忘记题目。看到欧巴马上起床欢呼吗？对啊，我就马上起来啊，赶快起床弄直播开心，然后我就赶快去洗洗睡，不是赶快去洗漱。早上起来就在修指甲，在剪指甲，指甲变长了，卫生纸。我怕对我来说就像喝水一样，嚣张啊！我怕对我来说就像起床一样，有点困难。欸，对，对欧趴反应越大的人，是越表现他平常其实没有很认真学习。那我的反应好像没有很大哦，对吧？对吧？对吧？汉服业配太可爱了吧，谢谢国树。昨天是拿出我压箱宝，逼大家一定要来指定波乐乐，大家支持起来。我每次三姐拍摄的时候都会拍一堆诚意满满的照片，然后最后只挑出几张我满意的。
大家不觉得我那张照片可以直接出成生写吗？只是画质没有很好而已，因为是手机拍的。太压线，我朋友订完餐想要多订一包菠萝。哦，真的吗？太压线了。可是不是到明天吗？还是可以再订啊。订下啦，订下啦，国叔跟你朋友订一下嘛。对啊，订七包抽一抽。订爆。现在哪一首？抽一首那么快。化个妆就一个专辑播完了。你照片怎么每次那么好看？因为是姐姐认真帮我拍的，是我们公司漂亮的姐姐帮我拍的。我每次拍三鞋的时候，都会请她在旁边帮我侧拍。她拍照片每次都让我超满意的。因为拍三鞋的时候其实都还蛮赶的，就是你要拍完这个就要赶快去换衣服，不然就是要赶快换下一个人拍，所以其实都不能留在那个景留太久，然后就很需要那种拍照技术很好又拍很快的人帮你拍几张，然后我就会去找那个姐姐拍。镜头污了没有？我的保护贴碎了，大家晚上会去换一个新的。因为我干了一个蠢事，就是我买了保护贴的第二天就把它弄坏了，然后我就逼自己说，我一定要至少用一个多月我才可以去换新的，不然太浪费钱了、啊。所以我就用了一个碎掉的保护贴，用了一个月，然后它就越来越裂，然后它现在裂过前镜头，所以我现在用这只手机直播就会了，如果被阳光照到那个保护贴，它就有点雾反射吗？因为那个裂痕，反正我已经忘记这是反射还是什么鬼了。但是我是。语文系的，所以没关系。送下保护贴没了，
而且我的手机储存空间最近越来越少，因为我一直下载游戏。我发现 Coin Master 的那个容量很大，就是 我忘记谁跟我讲的，是你们跟我讲的吗？还是我朋友跟我讲的？就是听说它有两 G， 我自己是没有注意到。难怪我载之后，我很多手机很多东西跑不来，因为我空间不够了。不玩了，换下一张。播 YouTube 好了，因为我今天连着网路线比较快。哦，你知道他后来因为这首歌很红嘛，然后就这个歌手现在主流出道了，超厉害！可我忘记他是签哪一间了。脚断掉了。一方面可能实现梦想，一方面可能不自由了。这怎么不见？应该还好吧。我觉得要看。因为主流出道就有更多机会啊。而且他已经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音乐形式了。因为他是这首歌不是他做的，这首歌是应该是说
不知道怎么说。还另外一首，也不会到不能 cover 自己想唱的歌啊，因为如果他们有弄好版权的问题的话，其实要唱什么都是没有问题，前提是公司会去考量到很多很多的利益关系吧，去决定要不要帮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上传自制的影片，我觉得只要是跟他自己的经纪公司讲好，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想那么复杂，真的主流出道比自己做东西还要好太多了，尤其是他的人气那么高。我说在日本，其实他也不会到太绑手绑脚吧，而且他本来就很少在 cover 之类的，我记得，然后他不是都是在唱一些 original 的歌吗？原创，然后真是很酷的一个人哎。因为资源会比较多啊，然后你也会有更多的，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人，算不是唱歌的人，可是就是你也可以获得更多创作资源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主流出道算是好事占比较多吧。来吃午餐了，他就没有给我那个餐宝外送那个单子跑出来，他没有给我汤匙哎，那我要去拿餐具了。过了，我今天要吃豆腐锅，可是今天是没有肉的，今天是蔬菜豆腐锅。刚好化完妆就没有那么烫了，我要去拿餐具，你们可以先盯着我的豆腐锅看一下，会不会听到？不好意思各位，我家太大了，我迷路了。
我会卖 Q， 你们不要乱对我的豆腐锅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刚刚只是找不到我的汤匙放在哪，昨天不知道怎样汤匙都被大家用完了。你干嘛绑这个？我不知道外面吃饭，丢进去就好。摸一摸 Q 啊，那饭是粘在一起的。你最喜欢吃？你们吃白饭吃哪一种？就吃那种粒粒分明的饭，就是肉吗？好像不是。那先放这边。这不用汤匙，可是它不是有料吗？它怎么不用汤匙？超好吃。我会用筷子夹豆腐的。哎，等我一下。锵锵。没有啊，豆腐锅。我们吃那个，不想，是蛋的，就是蛋的。我不吃辣的，粒粒分明，赞赞哦。他说荔枝他不是跟那个什么品涵还有韩寒还有神秘人物跑出去玩吗？太酷了，我最近也好想出去玩了，算我前几天去九份，呵呵。没关系啊，不知道我不吃辣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在讲，我本来就很少说，很少提这件事情吧。我看起来像是会在意人家知不知道我吃辣的人吗？大家有没有看新番《最强霸权天竺鼠车车》？我已经看爆了。哦，我要看一下星座，星座运势。大家一起来听唐奇阳讲星座运势。嗯，好像没有新的，可以。那听周报。快点，那个周报是到1月24号哦。嗨，大家好，大家可以一起听。又到了周报时间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1月18到1月24这一周星象如何呢？我们都很清楚哦，最近我的形象如何呢？已经慢慢的在移动当中了，快要都进入。我是处女座，你们嘞？太阳礼拜三的时候进入水瓶座。我会听啊，可是我不会相信。是太阳冲刺，我只觉得很有趣而已。太阳的冲刺呢，当然就会。如果很准的话，我会觉得厉害。所以这几天各位要注意一下喽，因为气流变化呢是看不见的，但是又很实际，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段时间做事情不要冲动，也不要太勉强，好的，然后也不要太冒险啊。好的，比如说以为弯腰捡东西没事，结果没有想到就扭伤了，嗯，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哟。处女座，那大家都可以一起看。那我们直接跳到处女座吧，没有，一起看完。的时候，因为水星在1月31号开始逆行，1月31号开始逆行，此时此刻我们会感受到了逆行的变化。所以会水逆吗？逆行我们说的就是沟通不良了。会水逆耶。现在水瓶当然它抑制。大家小心得罪人哦。所以这次的水逆呢，完全凸显了我们平常说话方式会出差错的话呢，的确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莫名其妙得罪人，或者是你从来没有想到哦，这样说话方式居然还有人会不高兴，或者是意识到哎，这样子讲啊也会出事哦。所以等到出事了，我们才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出事啊，贝。
我想停滞的现在这种误会频频或者是说话很容易踩到别人的红线的情况会越来越多，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特别当心我们的表达模式哦。那这段时间呢，既然很容易有这种误解产生，谢谢阿正带你去流浪，谢谢。有耐心在沟通方面呢，比如说该解释就好好的解释，一五一十。我们这边讲小迪就会生气，没在怕，就是你这样子、啊。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自保方式啦。但我也不懂你讲什么。水星逆行当然也会有折返跑啦、忘东忘西啦，或者是迷路这样的事情。那交通方真的很好吃哎、欸。出发错或我们的三 C 产品啦，像电脑、手机。容易忘东忘西，我怎么可能会忘记我的三 C 产品？三 C 产品是我绝对不可能忘记的东西。的确有点破财。此外呢，那破财了大家。日土不要破财。合相的时候，因为太阳已经进入到水瓶座了嘛，日土的合相呢，就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思考一下比较长远的规划。阿尊拜拜。是我们的确也会比较关注周遭的一些别人也不会得罪，那很方便。或者是年纪大的人等等啊，所以如果你是长辈的话，你就是被关注的哟。好，来看一下我是长辈影响又是如何呢？工作方面，白羊、双子、巨蟹跟水瓶是有感应的。白羊感应的朋友，工作方面呢，最近工作效益很高，或者是能得到了不错的收益。白羊会赚大钱的，最近回馈等等哦。而且理财方面似乎也会有进展，钱开始进来了。嗯。另一个呢是双子座，双子星座的朋友，工作方面呢就是凸显你的创意喽。双子座人，双子座吗？能力也是很可观的。有很多事情就等你登高一呼，或者是提出建议，旁边的人就可以顺着你的意见走了，所以你有点领袖魅力哦。另一个呢是巨蟹座了，巨蟹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就是很多琐事等你去完成，不过也因为多亏有你啊，就一件一件的啊，就慢慢的被你搞定了。可是显然这一周你很忙。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水瓶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可能会有一点长官的意见，然后他的意见在你看来就是来捣乱的啊，不过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好好的应对了，因为长官的安全感很重要。我们来看感情，不要吵架。是金牛、处女、天平跟摩羯了。金牛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有遇到比你金牛可以遇到的机会，所以如果比年纪小的机会，大家可以当萝莉控了。金牛座朋友可以当一下萝莉控哦，或者是在你身边团团转，很可爱。另一个呢是处女座啦，处女星座的朋友在感情方面的确已经到了一个抉择期哈。小黑，你到抉择，哎，国树，你到抉择期了，要不要继续？在感情面对抉择期，你到底要选择推谁？另外一个呢是天秤座了，天秤星座太多人可以选了，是不是？一直在走桃花的部分哦，可是你的确这一周表现得很无趣又很无聊。天秤座人很无聊，太严肃了，想要再桃花多一点，就不要这么严肃哦。不要那么严肃哦。另一个呢是摩羯座，摩羯星座的朋友，其实最近你对人很好，也的确就吸引了不少目光。如果这些人不见得是你很喜欢的，你要懂得拒绝，因为你不懂拒绝的这件事会让人会错意，所以不能当烂好人哦。我们来看一下金钱方面，那是天蝎跟双鱼了。天蝎星座的朋友，恭喜恭喜哦，最近财运相当的不错。天蝎财运很好，进账很好之余呢，你可能就会压力很大，然后就开始花钱，而且有一点像是发泄式的花钱，所以就花的有点过多了，自己要控制一下。另一个呢是双鱼座，双鱼星座的朋友正财运相当的好，双鱼要赚大钱了。而且最近的赚钱 case 我要去贴双鱼座的朋友，同样的工，但是价钱都比以前在提升了，所以是质感价值感的提升。我们来看健康方面，那是狮子跟射手了。听星座的突然修罗场，这样你看我多会 Q。 身心的部分有一点出状况哦，是不是？狮子座身心出状况，我要去关心一下瑞婷跟小晴了。跟你呼救呢，所以身体状况不见得是肉体的问题哦，还有万灵心灵要照顾。另一个呢是射手座，射手星座的朋友，射手座的朋友蛮容易受伤的哦，或者是自己很容易落枕啦，亦或是手脚很容易麻痹等等哦，所以泡澡啦，或者是活络你的筋骨，多运动一下都是有帮助的哟。来听一下处女座上半年运势，停不下来了。对啊，他们是狮子。来看一下处女座。哎，我不要学者，哎，跟我什么关系？奇怪，为什么我也突然秋落场？其实这个星象对处女座来说，真是
我跟李佳一他是暂时性的远距离恋爱，因为他们不是在出去玩吗？好的。那不要犯了。我不被接受，我不被大家接受吗？这一切呢，其实是在2020年的11月就产生了一个松绑的效应。也许你心开了，是的，愿意面对恋情的真实面，或者是不再委屈自己，你更愿意做自己，更愿意做自己，所以更愿意做自己这件事情，或者是更展现你的 power， 为自己而活。我不要抉择，哦，我是特别的处女座，不用抉择。我很爱我自己啊，还有现在吃好吃的东西。嗯，那接下来的2021，所有的处女就要为自己而活了。新的一年，欸，对，偶像不能掉饭。猪星开始一起移动到了六宫了。可恶！六宫呢是一个土象宫位哦，这个宫位一定会让你非常的忙碌，而且六星连珠意味着你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真的吗？本来六宫就是事必躬亲，加上你的个性又更加的挑剔。你对品质有要求，你对自己的工作成绩很在乎，好像有一点，所以每一件事都要事必躬亲。你的时间表还行吗？不太行。身体状况撑得住吗？你应该可以。很多事也都完成了它，但是做的品质好不好？不要问这种问题。非常的担心处女座，我觉得你的身心灵全方位的受到挑战，那更不要说你还会有本来的职责要做好，然后新给的自己的任务，你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嘛，这些新的任务你也想把它做好。处女座是不是在把自己逼疯？非常的巨大，身体状况如果没有 hold 住的话，是很容易遭到磨损的哟。Oh my god！ 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你跟医院发生关系，好吗？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要，国术不要跟医院发生关系。进场维修的计划也可能跟医院系统很有缘分，所以跑医院照顾别人也是有可能的。亦或是在工作职场上，你会变了很多的花样，为难自己啊，辛苦你了。不会，但相对这个辛苦，没有，这一年都没开始哦。代价，比如你成为别人心目中很厉害的职场达人，或者是全方位发展，什么都会，什么都接触的怪咖。成为怪咖是不是也是你的梦想呢？是。那你正在逐步接近你的梦想中。耶，yeah。当然，我们一定要好好在乎的就是你的守护星水星了。我们守护星水星。在2021年上半有两次，水星是什么？一次就是1月跟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对他刚拔智齿，跟医院很有关系，一直拔智齿，可以见得后拔完了。同事关系，或者你是长官，你的有人靠智齿吗？可不可以现在吃饭？或者是跟员工之间旧恨新仇，很可能就会出现了。这个工位可以说加油 ，CJ， 祝你面试顺利。待会儿看不上，时间上偷听 ，OK。来来去去，同事来来去去，工作的项目很。可是你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或者是给自己的关卡过不去的现象也会相当的明显，所以一二月可以说是忙翻了的时候，刚好也是过年的期间呢，各种任务你都想完美达阵，是不是很需要 SOP 流程呢？那再来就是5月6月的时候了，水星逆行双子，5、6月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见到老长官跟那些老同事，或者是你以前的丰功伟业又被再次提及，再次忆起，那其实对你也是有帮助的啦。真假？显然是坏事。这是什么蛋呢？当然，更重要的是那段时间加油，说话要小心，毕竟你见到的是大人物哦。说话如果说的不够好，沟通不良，也许也会让一些合作方案受到了一些牵制。好可怕！接下来我们来看木星了。木星，木星会在我们的六宫跑得很快，跑起来。五月中就进入七宫了，完全听不懂的。所以你会在5月的时候就很有感。五月合作机会越来越多，会带来合作的好运，比如说来跟你接触接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很有资源，或者是他愿意倾力的相助，但相对的，他的咖数越大呢，你的配合度就要越高。这一点我想是难不倒处女座的。不过对方一定也有你 hold 不住的地方，比如说他可能比较迷糊啦，比较散漫啦，
然后又会让你非常的焦虑，忍不住想要展现你的自我。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你了，散漫或者没有规则或者某种程度太艺术家，哎，这不就是对方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吗？他也在彰显一种模式，让你见识一下，不一定要用你自己的方式哦，也是很值得学习的。我再把这个豆腐吃。再来就是看感情方面了。很在乎，对不对？然后要讲我什么修罗场？我相信所有的处女座都脱胎换骨了。有的人冲破了那个迷障啊，觉得感情嘛，就是做自己，爱自己先。而这个效应也会延续到了2021年啊。我相信，当你把重心从感情的执着移开之后，对啊，大家不要再叫我选择了。很多有没有？那如果你还是没有对象，没关系，木星土星来到对象太多了怎么办？你的感情。感情就在职场里面 ，Oh my god， 我听不下去，我不敢听了。他说感情在职场里面，好可怕哦。所以我真的得抉择吗？渣，听不下去，好扯哦，哇塞，哇塞。还敢不抉择啊，好可怕。继续听。工作的连结让你们更多的相处机会，或一起打怪，一起打怪，一起突破。最近有个玩游戏吗？而且呢，重心在上半年是走在星盘的上半部，这也意味着，可是祖祖昨天想要打找我打传说，追求你的话，他的方式可是非常的直白。祖祖昨天还带我来公司，直接表明对你的爱慕与否，其实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的，你自己本身也愿意高调。所以上半年处女座说不定就会，这段再听一次，直接表示走在星盘的上半部，这也意味着如果有人要追求你的话，哦，他的方式可是非常的直白，或者是他会直接表明对你的爱慕与否，其实一切都看得很清楚。爸爸，你自己本身也，他买 Switch 可以喜欢真的吗？准，小雨默默的讲了一个准字，可以进火坑。我真怕爆哎、欸，好可怕！罪恶的处女座，完了，年底就要公布结婚了，团内结婚。我相信在你重拾自我的情况之下，你对很多事情是非常有定见的。你的忙碌也是因为你想要，你想进步，你想要更厉害，你想好好磨练自己，所以不行，国树，你不能这样想，我跟你讲。你们都对感情太消极了，你们要像我一样有很多选择。谢谢您。我没有。还有什么？什么？处女座放过自己吧，不完美又怎样？星座小常识，看一下。十二星座毛病大不同，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发病的样子。我发病的样子。处女随便病。那真是没办法，他们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星座，所以他们也给人追求完美。但其实他有多骄傲就有多自卑，他们的秘密就是他们对自己其实没有那么满意，所以他永远永远在追求比较完美的自己。因此虽然他们喜欢检讨别人挑剔别人，但他们更怕别人来检讨自己，那会被发现他们其实不完美。某种程度也许发动攻击挑剔别人就是在阻止你来挑剔他，不过人哪有完美呢，所以处女座有的时候就放过自己一下吧。波乐愿意，波乐愿意高调，对，我愿意高调。有没有妹子想要跟我高调一下？好喝。哇，国树心态真是好。先盖起来，拿来吃。
自爆就想睡了。是什么超级无敌舒适的假日啊？吃饱想睡觉了。先听到清楚什么意思？没有，那不是波的地声音，那是外面的人的声音。十二星座讨厌你的举动，有些超明显，有些要通灵才能。完了，我没有记大家星座。没问题，今天我就来带你看个清楚。处女座对于喜欢或在乎的人才会严格哦。是吗？唠叨的人嘛，所以常常会唠叨你东，唠叨你西。哪天他不念你了，恭喜你，你已经被他列入黑名单，或他已经对你毫无感觉。当他讨厌你，根本懒得理你。你做得好，做得不好，干他屁事。所以他也不会摆脸色给你看，不会对你笑，也不会对你凶，因为他根本不在乎你了，切干净了，打从心底不把你放在眼里，连恨都没有了。来点负能量，十二星座谁最腹黑？表面上跟你很好，背后他突然换装弄你。到底十二星座为什么要腹黑？那个腹黑的 moment 跟又在想什么呢？接下来一定是摩羯座处女座了、哦、同样是水星在守护哦。各位处女座的表现呢，就会比较像真小人，他们一样很容易进入焦虑的状态，而且一旦想要腹黑，他也没有怕别人知道的。他不但会挑明了让你知道，他还会围堵你，或者是控制周遭。我们那么可怕吗？你想跟我好，你就不要跟他好。所以全世界也都会知道处女座是针对谁而来。在很多处女座的心目当中，他觉得不够敬业，或者做事不够仔细，或者是根本就是很懒惰嘛，也不会要求完美的那种人，就是他想要封锁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他腹黑你，他绝对是问心无愧了。一定很随和，处女一定有洁癖，天蝎一定爱复仇，双鱼一定很浪漫。不好意思，你一定误会什么了。十二星座隐藏真面目来了。各位一定觉得处女座不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星座吗？要求完美的星座怎么可能不完美呢？你一定理所当然的认为他非常的有洁癖，可是事实上生活当中的处女座是他很念旧哦，这听起来是个优点，所以他很爱翻旧账，只要他觉得是问题的，他就永远忘不掉。怎么办？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他要保护你的地方，所以当他叨叨念念你的时候，你只好认了。那再来呢？但我觉得，我会去念别人，都是因为。就是我认为那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问题，可是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一定可以改过来，你懂吗？就是他如果他发现，他一定可以了解，所以我才会去念。如果真的就是觉得讲了也没用的，我就真的不会去讲。我很腹黑吗？巨翻旧账，旧账，我好像也会翻旧账哎。我想一下，是坏习惯吧？就是有时候翻旧账，就是怕，就是。不知道、好，我也改掉了。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别人而来的，如果事情在他身上，他有一千万个理由放过自己。所以咯，家里可能一个礼拜的袜子没有洗，以及别人不要吃垃圾食物但他自己吃，所以你不要看他一直唠叨叨叨别人就以为他自己。没有，我不会这样。那可不一定，看起来很善良，其实在使坏。你眼前的十二星座有可能是哪种小人呢？处女星座是十二星座中真心难搞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被抢？我现在是开影片，然后一直被抢。喜欢放大别人的缺点，咄咄逼人，咬紧不放。当他把你当自己人时，真的会很爱出面。不是啊，有些人讲了没用还是会讲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哦，就是一定要一直讲，讲到你懂为止。可是就是有些东西讲一次，然后就发现没用，就不会再讲，我就不会再去讲。跟你一直被抢，什么意思？在旁边看戏的小叶什么星座、啊？提醒，时时刻刻要你改进，但当你不是自己人，他就会直接 diss 你。例如，一个管财务的处女座就会故意不让你的账过关，这么过分，请不了钱。还好不是财务的。当阻碍你的那个大石头就对了。或者处女座会在跟老板吃饭的饭局上故意告上对方一状。对方不好的地方一一说出来，让你以后更难做事，还不知道阻碍出在哪里。行走江湖，会做事还要会做人，偏偏十二星座各自有。Oh my god！ 不要再看这个单元了，这个单元你在讲处女座不好，我不想听了，我只想听处女座好的地方。今天来看天柱柱车车，算了。
太好笑了。Quality writing makes your schoolwork better and helps you stand out in the process. Meet Grammarly.这么想住宿，我也想要住宿啦。哎，歌没了，放那个档，我要听。哦，按到广告了。Samsung Galaxy S21 G7键系列手机键。
辣味就过太爽了。怎么够大声？欸、我的 O 坏掉了，我的 O 按了会粘住，不知道为什么，是沾到什么东西吗？其他键盘都很正常，而且我这超久没用这台电脑了。等一下，等一下。他给我直接退出来，我只是切一下，看个赖而已。没关播吗？因为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它还显示热度哎、欸，这光源太好看了吧，你不觉得吗？我以后应该多在这个时间开播，然后要坐这个位置，光超好看的。其实我不喜欢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有点柜子不好看，我之后应该要换个拉门吧，还是直接搬家？没有那么厉害。歌没了，摸不到。哇，那个《Gotta Move It, Gotta Move It》那首歌，他在哪？《Gotta Move It, Gotta Move It》，我觉得这里就是看不到的手头。有有《Gotta Move It, Gotta Move It》，不会歌词，所以只能乱念。《Gotta Move It, Gotta Move It》，哎，然后先前奏一下。Gotta move it, gotta move it.
chill, the illest. Either that show go, yeah. That it can on your soul. Cut a gotta quit there, how to come the call. I've done it, how did we call them so them all? Push down, shim up, step in the norm. Tokyo hell got a party. Bye bye, sorry, bye bye. 圣光哎、欸，还没去玩 LAP， 对啊，我还没去玩。哎、欸，可是我有个同学在密室逃脱，虽然那不是 LAP， 就是我有个朋友在密室逃脱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可以去找他玩，然后我就很想要揪同学一起去玩玩看。哎、欸，不就五五五这样？哦，你说那个刷五五那首歌，对对对。因为是哎、欸，这是 Lisa 的那个场地耶、欸。我现在超常穿着它的，因为我觉得很好看。你看今天这个光直接在脸上，脸直接在发光，你看到吗？皮肤看起来100分。哎、欸，这首歌超长的，这首歌五分半。你不觉得很好看吗？这件。可是我有段时间皮肤不好、啊，可是我没有可以去本沙 APP 可以先玩用这个玩《百变大侦探》。好啊，我先。哎、欸，可是我这个手机 这台电脑好像还不能载什么东东，没关系，我先开个歌。我要听排除吗？听这个好了，这首歌。我很常听，快千万点阅嘞！
没有，我在回讯息，我职业态度没有回的。然后还有顺便再打一些东西，我把我那个有一些要交的资料先把它打齐。茶中老是闷闷的，是因为异味分子藏在植物内。日本风贝清新登场，寻找并分解植物内异味分子，植物消臭喷雾，一喷清新。各种难洗植物都可以喷，扫完喷一喷，日本消臭第一，一喷清新，风贝清。中午好，我看你面色凝重。没有，我专心打字的时候就会是这个脸，就跟大家第一次见到我一样，想这个人是不好相处啊。然后就相处过，大家都很爱我。我看我好像没有回，没在累积一堆讯息，他们快点回我，然后我就要赶快回，不然准备被杀掉。死にたいなんて言うなよ、諦めないで生きろよ。そんな歌が正しいなんて高けてるよな。実際自分は死んでもよくて、周りが死んだら悲しくて、それが嫌だからっていうエコなんです。画面の先では誰かが死んでされてないって、誰かが歌って、そして流された少年はナイフを持って走った。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価値観もエコも押し付けて、いつも誰か殺したい歌を簡単に電話で流した。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軽々しく死にたいだとか、軽々しく命を見てる。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I got it.
口で行く不思議の体に手に入れて一生死なずに生きて嫌われている貸し出る大事なマジだばかりに組んで簡単に過去ばかり呪う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さよならばかりが過ぎ過ぎて本当の別れなど知らない僕らは命に嫌われている我这个光照下来然后唱歌感觉就是很梦幻不觉得吗赶快帮狗狗加重一点哦太红了脱掉たわむれで全部で金が必要なの明日死んで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全て無駄に変わるかもしれない一唱そう秋も変わらず誰かがどこかで死ぬ夢は明日も何もいらない君が来たから荒らされないそうだ本当はそういうことか歌いたい命に嫌われている結局いつかは死んでゆく君だって僕だっていつかは彼らのように愚痴聞くそれでも僕らは必死に生きて命に必死に抱えて生きて殺して破壊して笑って抱えて生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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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ろ还要吸气一下，就很有那个 feel。啊，我点不进点饮料的那个画面。是啊，要订饮料，可是我点不进去那个菜单，好讨厌哦，好想要喝。要喝啥？喝，我们要喝米克夏，要喝什么？可是很久之后才要订的，只是大家他们先收集意见而已。为什么搞得很像校外教学之类？然后就是大家一直订饮料。少しでゆく我流していても意味もないだけでもこうして飲むの好きでゆく苦しいけど苦しさないで。今年该帮市民加点什么的？加一新希望，活力加一，美丽加一。健康加一，屈臣氏加一元多一件，一起加起来，所有的城市我最爱屈臣氏。满六八八送刮刮卡，最高可得1888，再抽黄金哦。只有我一个人偷布丁鲜奶。不是练习，是之后某一次有一个工作，然后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要一起订饮料，然后就在订啊，然后我们就是几个人，然后大家都点，不是啊，因为就是尼克夏不就是喝奶的吗？就是喝牛奶啊，然后大家都投柳丁绿茶，又喝布丁鲜奶啊，啊，我要喝布丁鲜奶，提前收集到比较快。他就说：“赶快去投票，不然来不及了。赶快，赶快来看一下工作要干嘛。你有什么工作？后面有什么工作？不告诉你们。刚刚那个广告，那个活力加一，最高可能888的。然后我忘记关掉，对不起。空気をまとう君は寂しい目をしてたんだいつだってチクタクとなる世界で何度だってさ触れる心ない言葉うるさい声に涙がこぼれそうでもありきたりな喜びきっと二人なら見つけられるさあ
難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い君に思いつく限り眩しい明日をかけない夜に落ちてゆく前に僕の手を掴んでほら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抱きしめたぬくもりで溶かすから怖くないよいつか日が昇るまで二人でいよう。君にしか見えない何かを見つめる君が嫌いだ愛えているかのような恋するようなそんな顔が嫌いだ信じて抱いて信じて抱いてもう冷めたってなんできっとそれだ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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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もきっといつかきっと僕らはきっと分かり合えるさ信じていよう。鲜奶欧尼短米克夏的它就是 milkshake 还是米克夏俺が伝えたくなんてあのシャラに差し伸べた僕の手を振り払う君はベラなんてなんでだよなんで本当は僕も言いたいんだアホラマがちっこたことになる世界で何度だってさ君のために用意した言葉どれも届かない終わりにしたいだなんてさつなる言葉にした時君は初めて笑った騒がしい日々に笑えなくなっていた僕の目に映る君は嫌いだ明けない夜に溺れた涙も君の笑顔に溶けてくああ変わらない日々に泣いていた僕も君は優しく終わりへと誘う沈むように口でゆくついた君が晴れる忘れてしまいたくて閉じ込めた日々も差し伸べてくれた君の手を取る涼しい風が空を泳ぐように今吹き抜けてゆく繋いだ手を離さないでよ二人今夜に駆け出してく。哎、欸，这个光真的很好，我下次要多在这边直播。有光赞，有柏林更赞。那我们还是不要修保护贴好了，不行，我要修。修 G P， 我要听那个双马尾之歌，伊拉奈之音 K， 萝莉控之歌哎。
捨ててやる。食べるまで思えばもやめない。 OK。发光不了，发光，刚才以为怎么在发亮，亮。我跟你讲，我大家脸里面超黑。有了，我会修保护贴了。我给你看那个舞蹈老师送我的扭蛋，他上次送我们超多扭蛋，然后我就拿到了一个便当盒，哼，然后它里面是真的有便当，超可爱的，只是我不知道可以干嘛，老师送我的第一个东西，所以我就好好珍惜。嗯，这是广告还是歌？哦，这是广告，蛮好听的。听那个 ，Connect。我超喜欢的，谢谢老师，我要好好珍惜它。我现在把它供奉在我的书桌上面，一起读书。对啊，可爱的东西就赞赞。啊，赖不见了。哦，对。
老师人很好，老师很照顾我们。我不会唱这首歌。对啊，大家就是很多，我很多桃园的朋友现在都就是没有要回家，因为家人都叫他们不要回来，然后他们就没有回来，然后都待在台北。好可怕、啊！我朋友住杨梅，他说杨梅被边缘，我想笑死。反正大家就尽量不要乱跑。看得见的花瓣，为发根注入空气感。什么鬼？多芬花瓣洗发，还有全。酷哦。还好在发生事情前我。每次不能跑桃园小区，对啊，大家就待在台北打就好了。你看，阳光照下来，我的头发超明显的，这头发都长出来这边，超多了，长了一大段在这里。但它已经变紫色了。不会，下次就换好了。不要像刚刚那么薄了。被打压小兵，我觉得那个颜色一样哎，就是那个紫色的那个小兵，对不对？暴走小小兵，你那个炸毛那个吗？
我的特殊气场。面对阳光读书，感觉就是这样。无法直视，我没办法，无法直视我的书了，因为太亮了。啊，那个《君が いい》，《君が いい》那首歌。偷跳，看太多次了。まかれたて噂で聞いた本当かまたわからないけど。好可爱哦！对啊，平平跟我都超喜欢这首歌，这边好听。
他没有。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クリスマス一緒にどうかなって。はい、二人で。这首歌很好，这首歌是我们的制服圣诞节，然后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围一个围巾。
啊，电脑都没有复制了。手机被医生夺走，为什么？来，现在念今天的排名。哦，我念日榜。对，好，今天的第十名，谢谢拼拼，谢谢拼拼，谢谢。然后第九名，谢谢小黑黑，谢谢小黑黑。祝我今天赛也不要变小黑黑。因为我觉得我今天日被阳光晒到，谢谢第八名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可在这个地方直播真的很亮。第七名谢谢 Steven， 谢谢 Steven， 谢谢。然后谢谢第六名，谢谢 Sakura， 谢谢 Sakura， 谢谢。再来谢谢第五名，谢谢 Ben， 谢谢 Ben， 谢谢。谢谢第四名，谢谢 Jack， 谢谢 Jack， 谢谢。谢谢第三名，谢谢阿当，谢谢阿当，谢谢。然后谢谢第二名，谢谢阿正，谢谢阿正。我第二名跟第一名是一起的。然后谢谢第一名，噔噔噔噔噔，谢谢小雨，谢谢谢谢阿正跟小雨。我发生什么事？啊，原来是这样子。不会不会，我在这边没数据。好啦。大家拜拜，然后祝大家有个愉快周末，拜拜。